今天要教学的游戏是《小城大案：罪恶都市》。嗨，我是肥龙，这里是懒人游戏乌托邦，是一个每个礼拜都会更新的桌游教学频道。如果你喜欢学习桌上游戏，记得订阅我们哦。这是一座美丽的小镇，过着平和的生活，但是这只是表面。其实这个小镇无处不隐藏着许多的罪恶，可是警方整天只会吃甜甜圈耍废，因此民众心灰意冷，只好求助各位私家侦探帮忙。你们戴上了贝雷帽，叼起了烟斗，推开了 221B 的房门，不被人注意的事物非但不是什么阻碍，反而是一种线索。解决此类的问题时，主要应用的推理方法便是一层层的往回推。一场精彩的推理秀即将展开。将游戏中的地图展开来，放到桌子上面，四周最好还留有一些走动的空间。取出一个信封的按键，刚买来的时候要自己分类好，玩家可以透过卡牌右上角来进行分类，随机选择一个起始玩家，将该信封拆开来之后，翻开第一张，是不是第一张可以从右上角编号看出来。翻开来之后，朗读那张牌上的叙述，剩余的牌放到桌子上面，不要乱动。这个时候牌组上方应为牌组第二张牌，牌库点那张牌将会是这个游戏的第一个任务。所有人都确认过后，游戏便开始了。所有的任务不外乎就是找一个地点，若有玩家找到了，全场也觉得那边就是答案的话，选择一位玩家私下查看牌底那张牌背后的答案，确认是否正确。如果正确的话，就喊出华生你突破盲点了，并打开来，然后朗读后面的故事。如果错误的话，那就喊出别出声，整条街的智商都被你拉低了，并且默默的放回那张牌啊。因为查看那张牌的人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所以那个人没办法再参与这一张的任务，但也只有这一张。如果之后任务改变的话，那个玩家又可以继续参与游戏咯。那游戏将会玩到这个剧本所有牌都被正确打开之后，游戏便会结束。那这个游戏有几个比较特别符号，这边稍微解释一下。这个灯泡符号代表着这张牌跟后续的故事是有关联的，如果后续的故事卡住的话，可以回来看一下这张牌是否给予额外的线索。再来是这个展示符号，该牌翻出来之后会直接放到牌组的旁边，因此玩家可能会同时有多个任务可以一起解。游戏中备有一个放大镜，玩家也可以自备手电筒或是一些辅助的道具来寻找答案，例如用硬币或是小物件去盖住地图的一些点也是可行的方式。那以上是小城大案罪恶都市的所有规则，下面看到两个变体的规则。第一个是专家模式，这个模式我们只会从信封拿出第一张牌，并且朗读背后的故事，其余的牌全部留在信封内都不要查看。所有人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全部拆完之后，再把信封内的牌拿出来核对答案。这个的话因为没有一张一张的循序往前推，所以会变得非常的困难。第二个是隐藏剧本，游戏中有四个小故事彩蛋，这个说明书附有一开始的提示，玩家可以从这四个小彩蛋中额外推出一些故事，并且从他们的官网中找到答案哦。那以上是小城大案罪恶都市的所有的介绍，下面来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。小城大案罪恶都市是一款有特色的侦探游戏，其实玩法就类似威力在哪里，但又赋予了一层故事，玩家是从结果开始倒数回去，最后了解出整个故事的真相，玩起来真的是别有一番韵味。游戏中有一个教学剧本、15个剧本以及4个隐藏剧本，算是非常的耐玩的。若喜欢威力在哪里又喜欢推理的话，小城大案罪恶都市会是一个有趣的选择。华生你要学会观察。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请帮忙按订阅、喜欢和留言。每个礼拜二晚上懒人游戏乌托邦频道都会有新影片，千金难遇好主揪，万金难有好教学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